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的关卡是英灵降临光，光游侠 Extra 部分。可以看到我的队伍，没错，就是史莱姆王的队伍，配上牛魔王，牛魔王妖精也可以加成。啊，这一只水面的话，只是为了回血而已。好，现在就为大家来做示范。因为我是故意不要做四 C 啊，我要保留四 C 那只帮我除 CD， 基本上五 CD 你就要先除起来，这是基本的。哦，好加载。好，很好。当然，水面牛魔王可以除的话一起除，因为第六关的话要尽全力打，不然可能会被狙击掉。哦，像这两只打就很痛了，10000多，所以这次先送他回去。不好意思啊，刚刚在打字哈。这个的话，就先这样处理了。指定攻击。啊哟，太大力了，算了，太大力就算了。因为反正三只已经有了，因为我这个队友那牛魔王是记满的，指定一只。刚好那种习惯都会打 CD 多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所以我自己都会指定打 CD 少的。不过有些时候真的是要打 CD 少的，这个倒也是真的啊。太好了，帮我赚一回合。很漂亮的回合，3、4、5，我可以有很大的缓冲时间。好啊，稍微用力哦，不然等下被锤下去可不是开玩笑的。这个部分的话，我可能目前会选择单体攻击吧，因为水妹的 CD 还没好。打一下3000多，还算可以接受。刚怎么转位掉了？
哦，因为他血量多，我们慢慢吹没关系。嗯 ，combo 太多了。那个水和火比较用不到，把它弄掉。哦，这部分的话，我是建议要全力打，因为有三只啊，完蛋，不小心按到 ，shit， 群猫选的时候都还有不小心按到，我只是看戏，shit。哦，阿尼蒙技能现在可以用，然后再转心。哦，这个技巧可以大概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因为你不用力攻击旁边的两只的话，很危险。哇 ，CT 二哎，太危险了，还没有心可以补哎。哦，水妹来的好，真是简直就是天降甘霖啊！好一个水妹 ，I like it。哦，他没来，我就跟大家先说再见了。刚好顺便帮我把 CD 储回来。漂亮 ，CD 刚刚好。刚史莱姆王不小心按到了，不然应该不自己打得这么惊险。再来这个水妹 CD 也是可以继续挤的，这个我不会反对的。不过我不太建议被这个死蜥打到，太痛了，所以指定蜥。一样啊，这次关卡跟上次关卡我觉得设计差不多，简单来说就是小兵比王强。那就打 BOSS 很简单欸，我就觉得不晓得为什么这样设计，我真的是不太理解。所以我只要把小那个小王啊第六第九处理掉之后，基本上就等于是过关了。不是说我说王的难度调整的怎么讲，因为比例好像不太对啦，感觉起来是这样啊。啊，这个集蜥蜴是要没有错，可是没办法，我们消心的话就会攻击。哦，一样先打这一只。给心呢哦，文手学龙这个就是
掌握 timing， 每一回合都要补血。当然，我一开始会先把我没有用的这个火珠先消掉了。火珠、水珠很碍眼。啊，就是尽量回血就对。像这样场面，台面上珠二四六七都七个，我可能转暗的吧，因为暗有一个强化的。然后一样记得火珠、水珠要记得消掉。保持满血就 OK 了，这个其实也还 OK。哦，血量太多也不一定好，因为你打这只血量太多的话，反而你回血会有压力。哦，有点危险哦，要回多一点。二四六，这个吧，不要卡进珠，应该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。1 2 3 4，因为水按水珠跟火珠太多了，我决定开机消。哎呀，跑那么快！哦耶！这时候我看一下，应该是转。好吧，冥王开下去了，一样的方式。冥王转的时候再转，这样水珠就可以充分的利用到。这个技巧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下，因为真的很好用。把冥王摆在那边，就等于是花瓶了。对，我们既然有计，就是善用。哇，绿珠好多，光珠开下去。我发现用这样的队伍去打，你会觉得来打温锁协勇压力就没那么大了。因为我刚刚试打了，哦，那个兽队真的是，说真的，真的是很难打。哦，剩一期敌很好，这个按住转一下了。哎呀，算了，哎呦，好加载，还有消到了。我可以看到我的技术还是一样，跟以前一样，没有太大进步了，没有。可是既然手残可以玩了，那基本上有六 combo 大大们这样玩起来应该就很顺了。哦，技能都 CD 好了，非常好。哦，这边通关之后，后面万金游侠，也还好，这边就一样，像我之前讲的，小菜一碟啊，说真的。哦，一样保持满血状态。哦，因为万金我想要打他，它有个特性就是要强化死腐蚀，但是我们先保持满血，哦，先保持满血，再来挤。没有，像我现在满血，我再来要挤我要的那个强化石，再慢慢打就好。哦，这只还蛮不错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只要没有做强化扶持，他就不会打我了。我打他就不会造成伤害，所以这时候可以出 CD， 准备好下一场的，因为他 CD3。
强化我们腐蚀，我们先留着没关系。因为我是希望全部的技能都除好了，还有八回合，因为这样进场比较保险。血记得要满哦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这个我目前不打算消绿的，因为绿的会对他造成伤害。哎呀，这边有一颗，没关系，我们再做一颗出来。哎呀，伤害无所谓了，应该不会死掉吧？就丢掉，嘻嘻嘻嘻，啊，他还活着。但我们是希望进场是满血的，所以我可能选择这样的方式。啊、没有，新珠我故意不急。五颗星珠，哦，因为你在这边回血会比，哎，我消到了绿珠了，在这边回血会比下一局回来的好，还有三 CD， 因为现在没有压力，所以我们先不急着开水内。强化石要挤出来了，那攻击力蛮大的，11870。可能要出手了。冻住好了，我刚刚绿的没有挤出来啊 ，shit， 然后是被消掉还是怎么样的？哦，一样，牛魔王先转出来，再转绿的。这个我看一下台面，这个因为我排珠没有说非常熟练，所以可能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要稍微算一下牌。我看一下，二四六八，这个哇，这个多了，shit， 怕来不及排。68，好吧，反正出错也算了，因为只有12秒。喂，哎呀，排错，少了最后的人，哎呀。shit， 那个不要笑太大声，因为已经习惯用打击了，这秒数太短不好意思，简直是悲剧啊！我的大绝开下去居然完全没扣血，一样要煮新珠了。强心珠啊！哇，一大堆水！哦耶！哇，现在这样危险！每回合要回大概5000多滴血，
我决定放弃这一回合，因为台面上太多那个太多水珠了。哇，还是好多哎。有点不妙。好吧，试试看。应该补得回来吧，因为不想把光鸟用掉啊。把光鸟用掉我没得补。算了，没差，反正补得回来。还有两回合，先不用光鸟看看好了。3840。第一次吃过这么硬的小菜，这碟小菜真的不是那么好吃。真的，其实我们不能太瞧不起 BOSS 了，其实它还是有点威力存在的。哦，这个 CD 数自己要控制一下，该放的时候要放。像现在光出很多，我会选择先放，不然等下掉下来都没有光，我就头大了。六位，哎呀，这样combo数少就补很少了 ，shit， 三回合、四回合不行，这回应该先不能放。两回合、三回合、两回合、三回合，我还是选择先不放。好，判断正确，因为这回合放的话，台面上很多木珠跟水珠，那这样的方式补血就会多了。只是还是要记得了 ，combo 要做出来。combo 都没做出来，没搞头。哎呦喂啊，金座差点没消到强化星，哦，没消到我这次大爆炸大爆发，我就真的是浪费了。哦，我刚刚真的心脏停了一下。按住，哎，现在台面上蛮少的，哎，可以按住先放一下。哎呀，真是三到五 combo 就是这样的水准了。哎，转光。哦，这个比较硬的，就是你还要特地制造那个强化的啦，不然不会这么累。其实差一点点，没关系，最后我们还是不能轻敌，还是稳扎稳打一点。是觉得应该会死哎、欸，我们爆发一波爆发给他送走好了。哦，反而一波爆发，我手有点不知所措。有没有掉卡呢？哦，有，
Yes， 这实在是非常 BG 的打法。还有那个小弟那个牌珠不是很好，所以那个也差点挂了。哦，这个剩留下来我已经有了，不过还想说多打一些来练技这样。好，以上这个用史莱姆的打法给大家参考。好，然后就是对，给大家参考。有问题的话再帮我再留言回复一下。哦，建议是用打几配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啊，因为我是血量不够，所以只好配这个。那个牛魔王，不过牛魔王的好处就是转木的时候再配上朱雀，蛮好用的。哦，那这次的示范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